这是一款那个打火机，哦，这种打火机一般它是用那种灌那种瓦斯的，哦，就是那种一般的瓦斯，哦，小型瓦斯的一个部分，然后瓦斯的部分它就灌在这里面的一个容器，那重点的部分它可以就是，像这样，就是一个烧取的一个动作，哦，烧取的动作。那这个一个好处是在于说，它可以长时间的一个进行做一个使用，哦，不会有过热的一个情况，不会有过热的情况，而且它可以固定。一般我们玩，如果是说一般的那个打火机的话，它很容易会过热。那这个来讲，它不会有过热的一个情况。